世间呢，定数它会变的，对不对？你说过去的命运定数，对，那是一种定数。当下你的心境也是一种定数，是不是？它可以召唤啊、哦、可能性的对应，那也是一种定数、啊。那你说到底是哪一种比较好？是不是？往下拖的总不是好事，往上提升的那千万不要说相见恨晚。所以有机会的时候，你当然要随着超马的顺风车，赶快向上啊，提升。所以这么一来，每天的24小时怎会够用？不够用了，是不是？那真的是不睡觉吗？也不是，觉还是要睡，对不对？但是平常因为智慧的提升，你会发现，当智慧提升之后，每天的时间比原先还要多出许多，会觉得哎呦，好像命变好了。你看现在什么时间变那么多？因为判读点已经不是从前了。好、哦，你的视野也不是从前，所以你一直在提升中，一直在进步中，所以什么样的局对应你什么现在的情况，这有时候骗不了人。好、哦，所以为什么我说生活境就是你现在的成绩单，就是这样，所以谁也不用骗谁，就是这样。好、哦，那人生嘛，有多少次起起伏伏呢？人能够承受过多少次的起起伏伏，是不是？这样问可能比较贴切一点。所以咯，那既然我们还是沉稳一点的，好、哦，跟着天地走，那就要像，像不像三分样？那只要像那个样子啊，是不是？那只要像那个样子，你就不能够好、哦、缺席，对不对？因为你都要像那样子，就真正的这个实验里面你缺席，你说会不会像呢？不会啊。是不是？简单的逻辑，为什么绝大多数的红尘人听不懂？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以前讲过，有些人他不是听不懂，他不愿意听。为什么不愿意听？因为他现在说你讲的对，我听得懂，就代表否定了他的前一秒，是不是？他不愿意被你否定，所以他跟你说我听不懂。然后过了这个可能性的相遇，他又为所欲为。直到什么时候会想要回头是岸呢？就是我讲的供需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当他有需要啊、哦，不管是哪一个层面有需要的时候，你在讲他比较贴切的，会认为嗯，真的现在真的啊，可能是年纪大了啊，还是什么样的理由，哎，所以需要了，给自己一个台阶下。那前面的，好、哦，那诸多可能的天地的慈悲给的理由，怎么都没听呢？对不对？不要到最后一个理由才听，可不可惜？可惜。所以你说红尘中人真的很聪明吗？也不见得。真的有那么呆吗？好像都还蛮聪明。所以要用在天地的道，是不是？这个道路啊，不能够缺席。所以在这里面走啊，就越走越明。所以说修炼，修炼修什么？跟你借势练心两个有什么不一样？借这个事，不管是参啊，什么样的主题，还是在了悟中啊，什么样的功课你已经达标，都是一种行进的进步的过程而已。所以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，谁敢懈怠？你告诉我，谁敢懈怠？就算你今天在超马世界里面大发特发，你敢懈怠吗？你也不敢啊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世事多变化嘛。是不是？那这个变局当中没有给自己一个稳当的啊、哦，这个三两下子吧，